拜一支生菜阿嘎啦，没有错。这礼拜呢，就要来验收一下我们上礼拜的减肥方法没有成功。上礼拜我的方法就是不要喝含糖饮料哦，喝水就好哦，啊不喝无糖的茶还是黑咖啡哦。上礼拜，大部分都有喝水啊，大部分呢，因为 有去日本，然后不免俗还是有喝一点饮料哦。一点点而已，但大部分都还是喝水。来，我上礼拜量是 73.65 马上就量量看，经过一个礼拜之后，体重变成 72.1。 哎呦 72.1， 72.1 这样瘦了1.5公斤耶，是吧？1.5公斤吧，对，1.5公斤。会耶，所以饮料少喝啦，是不是？真的耶，但我吃东西没有变哦，吃东西没有关系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炸的也吃，然后没有太多忌口，光饮料就差了1.5公斤，所以不错嘛，有瘦有瘦啊、哦，所以成功有成功。平常爱喝饮料的朋友，少喝少喝少喝，就可以一个礼拜瘦1.5公斤啊、哦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减肥咧？哦，上一辈有说我们年底哦有重要的表演，有3场很重要的表演哦，稍微透露一下，7月半其中一场表演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我们要站上101台北101快乐。不好啦，你干，你们不相信对不对？哦，是哦，靠腰啦，真的不是101。那个出口，台北101-3号出口，直接别唱哦。101跨年，好不好？台北跨年，为了这个，我们要减肥，因为上电视会变得胖，然后拍一拍变瓜哥一样尴尬。秀咪威，大家还有综艺大集合哦？没有，我们要其中一场哦，我们要去101跨年。真假的？好啊，等着看。虽然我们只有6分钟而已啊、哦，我这6分钟，希望那6分钟不要变成广告时间了啊、哦！啊，期待一下。哎，不是这样子结束了哦。如果只是这样子，量个体重，然后宣布一下我们的行程，那太无聊了。不然嘞，这礼拜要再继续。这礼拜还有，为了这个不要就这样了，就这样，我们就健康有瘦就好。这礼拜呢？除了宣布这个我们的行程哦，啊，其他场哦，就让其他人那个宣布。我先宣布其中一场101跨年，还有重要的场次，好不好？既然有表演，所以我们就要宣传照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也前阵子哦，几个礼拜前拍了很帅的宣传照，让大家欣赏欣赏。来公布一下我们宣传照哦，几个礼拜，大概2个礼拜前吧，团员拍的宣传照。先看我的好不好，然后在后面的就看自己的啊、哦，看到没有，帅有没有？这宣传照就是帅，这个打扮有主唱的感觉吗？有没有那种日本乐团的感觉？你看我穿那个蕾丝，有没有那镂空蕾丝，好像有 muscle 的感觉？你笑屁，笑屁笑，还不错还不错，有没有？然后里面穿一个吊嘎。弄一个这个十字架的有翅膀的这个项链，帅！你看你眼神迷蒙，帅！摆这个 pose， 帅！有没有？有阿信的这种感觉，怎么是阿信？这没有修片了，我们像什么头痛的感觉，感冒用丝丝头痛的感觉，不要随便打广告。头痛，叉着腰这样，哇！你看这几张，帅！眉毛痛，眉毛痛，眉毛推一下，拉一下这个衣服外套，帅！有没有看到？这几张没有在开玩笑了哦，要上电视要宣传的，那海报贴出来不能漏气的，不能输其他乐团。之前都是那种蔡宗翰的乱拍，对不对？现在这个帅，全身你看这个比例，有没有看到这个比例？头超小，这整是七头身，专业摄影师拍出来都不一样，七头身的感觉。这还没修哦，那是毛片哦，还没有修瘦哦，那修瘦更像阿信，我跟你讲。是不是帅？你看这几张看起来帅，有帅，整体就是帅起来了啊、哦！非常的开心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没有在开玩笑的。接下来后面团员啊、哦，期待看大家的减肥成果怎么样？
我觉得最认真的是马叔叔跟那个阿姐。我蛮期待浩浩的。浩浩妈本来就瘦啊，他妈怎么可能喝牛奶会落晒？我比较期待马叔叔跟阿姐。马叔真的认真有在吃蛋，他说要干，头真的很晕，吃到很晕，真的有认真要瘦。然后蔡哥就不期不待了啊、哦，不过大概期待一下大家的那个宣传的照片啊、哦，我们就让每天自己去公布自己的这种宣传照，好，帅，好吧，这礼拜就是我们的减肥成果周跟我们的帅气宣传照周啊，期待后面的表演。